现在刚抵达 Langkawi， 然后现在去这我们的酒店就是 Datai。其实我本身是蛮期待要去看一下我们酒店长怎么样，因为我朋友也住过说，很特别，然后跟别的酒店比较不一样一点。这其实我 book 的那个房间呢，它是一个 rainforest 的 pool villa， 它是一晚要3000块，如果没记错的话，平时的价钱好像是蛮不错贵的。其实我本身是比较想要住另外一个房间，就是 one bedroom 的 beach villa， 因为那房间是可以直接出海的，就可以直接去沙滩的，就不需要绕这个绕那个的。不，那个价钱更贵，那价钱好像是要4000多一晚，平常的价钱好像是要6000。我的定义说就是有去看他们的 terms and condition， 就是说。如果我订那个 rainforest 的房间的话，我可能很 high chance 会被 upgrade。刚好有 room， 然后又没有人住的话，我可能会被 upgrade。So fingers crossed。其实我是有一跟你班朋友的啦，你会看到 Brian 啊、Joey 啊、Junisa。其实蛮可惜的，Ashley 跟 Daphne 不能 join。Oh my god, guys！ 我们被 upgrade。去 beach villa 了 ，and 这地方真的很美。我现在要给大家做一个 room tour，so let's go。首先，我们这个地方很 private， 我们是从那一个门口进来的。这边只有几间 beach villa， 刚刚经过应该只有8间，然后我们是第8间。Let's go into the room。这很恐怖，就是这样子，就不会忘记带 oops， 就不会忘记带卡。这就是房间，哦，这个床很大，很好。可以做东西。Anyway， 这边有房间，然后有 TV，very usual stuff。可是我给大家看一下，厕所很漂亮。看一下这一个浴缸很大，应该装得下3个人的。然后这边有我们的 sink， 就是一人一个，不会打架。然后这边重点来了。就是如果你觉得你在户内冲凉冲闲了，你就可以去外面冲凉，就是可以在大自然里冲凉，是不是很 amazing？ 其实我真是认真的想要在这边冲凉，就是naked的在这边，因为他说外面是完全看不到的。So I think why not, right? Since 他已经装了这个东西。然后我们有一个 walking wardrobe， 然后我们两个的行李就这样子。我跟你讲，我们真的很厉害，我们真是可以两个人用一个小行李，反正就3天2夜，没有什么东西带。This is not done yet， 因为现在我要带大家去另外一间房哦，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泳池，私人泳池，然后可以去那边，晒太阳。现在我们要去另外一间房，就是客房。我们有泡咖啡的机，然后我们有酒 ，vodka、whiskey and gin， 自己带来的 Hennessy。还有书呢，我最爱读书了。你最爱读书 ？OK，Nobody asked。好，现在我要带你们出去了。刚刚我有说，就是这个必须要很好，是因为它可以直接去到海边，就是出门就是海了。Oh my god， 大家 ，this is heaven， 很漂亮。这边的海是其实是私人的，就是你可能住，Datai 还是另外一间才可以到这一个海边。我的 room tour 应该就这样子先吧。Anyway， 我现在就是 can't wait to enjoy this space。OK， 我刚换上了泳装，这个。给你就是不懂要怎样绑，就是 stupid 的这种淘宝买的东西，就乱。我搞了这个，搞了一个20分钟。咦，有条丝分在嗰度喎。嗨，你看他好笨哦。我老公在那里，我是要去哪里？这个地方真的很漂亮，
虽然它的海没有像那种 Maldives 这样清，可是就环境上是很舒服的。看，我老公在那边。喂 ，Hello。琪琪，嗨，嗨，怎样你？你的房间，我的房间也upgrade了很值得，很值得，对不对？我要说一件东西，就是我们的时尚大师Mr. Brian C， 他要出 YouTube 了。我已经开始要拍我的 YouTube 频道了，所以他的 YouTube 应该比我好看吧？ 我不懂，我也不懂我要拍什么，我已经没有在拍了。刚 get ready 完了，然后今晚要吃泰国餐，也是Datai里面的一个餐厅。我今晚穿的是全黑，这个是我晒到两个颜色，看到吗？然后这个是淘宝买的。然后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衣服就是前后是怎样。Yeah， 然后淘宝买的东西就是要靠自己的想象空间去穿这个衣服。食物终于到了，好饿。OK， 我们刚刚吃的那个泰国餐，你觉得怎样 ？OK 了哈？还好。其实以这个 hotel 的价钱，其实也没有很贵吧？一人多少钱？一人120，百多应该是 OK 啦，就是在 KL 吃也是差不多一样。So not bad. Can't wait for tomorrow's dinner. Actually， 明天会吃另外一间，因为这边只有两家，所以我们两家都尝试一下。Good morning， 现在要去吃早餐，这边很美，你看。其实住酒店我最期待的就是他们的 breakfast， 所以今天很早8点就起来了。等一下我在想我要吃早上要吃那些冷麦好还是要吃这个西餐。 What do they have? They have French toast, salmon platter. They even have cheese platter. I think we should have all. OK. They even have lobster omelette. Lobster omelette. OK， 我们现在这个有鹅肝，然后有这个 spaghetti， 然后还叫了这个 French toast， 这个是它的 lobster omelette。Oh yeah， and the lobster omelette。哇，这些完全没有在那个 breakfast station 的，是我们坐下来才看到这个 menu。哇，好晒。我要去看看我老公，他来干嘛？我是想玩。It was at this moment he knew.全新的一个产品，这个给大家提示一下先，暂时应该是10月会出 ，so stay tuned。今天有点小山菜，看一下昨天 miss 了，然后今天跟老公出来清理妆。哇，今天我们吃。Malay Indian food。然后其实昨天我们要订这个餐厅的，可是还满了。哦，这个是真冰，难怪等了这么久。这个 ice cream。嗨，
是最后一天了，等一下我们两点就要 check out 了，所以我们打算在这边吃早餐。我们刚刚铺了一个小 picnic area， 然后我们现在在山天。So I'm gonna join them right now。我们的早餐有 roti canai， 有 nasi lemak， 有 scrambled eggs， eggs benny， 还有很多面包。我心想直接在这边做 outro 好了。Don't forget to like, subscribe, and I'll see you next Thursday. Bye. 我们这次会被做一个狼羔衣的 baby。是因为跟朋友一起嘛，所以我们的 rule 这次的 rule 就是一个人要买一支酒，然后要把那个酒吹完它。你觉得你可以吗？可以啊。你看，你看。